已经下了3天雨。那个树还好，还没没。还好。锈病不是很惨重。还可以，希望保持这样。没有什么预防啊，只是尽量浇一点肥水啊，或者是水果酵素啊，让它的叶子一直生啊。这样它就能，锈病的叶子，就在底部啊，又在成长新的叶子这样它就叶子还有在，不会掉到光叶子。尽量水果酵素皮酵素，跟放一点。氮磷钾肥了那种16:16:16尽量给它生叶子叶子底部的锈病不用紧了，然后上面又再生叶子，就看了有叶子就看了全部有叶子尽量浇一点酵素给它成长有叶子氮磷钾肥给它有叶子，在后岗后街尽量有叶子，那个树就会比较成长这样它底部的有锈病，上面又在成长，它就没有这么容易掉完叶子了。今天没有下雨。